你过去新进人数大概几个？应该20个，都很直接。我会说，还是你要来我家之类的啊？还是说我可以约一天？你有想过自己想要成为班长？没有想过，真的没有想过。但是有的话，好像也可以。Yeah， 我是小哥哥爱你最爱你。今天爱你又要来实测百人斩3.0啦！好啊，那我们准备今天的实测啦。Hello， 你好，全怎么称呼？叫布布。我问一下布布，第一次是在几岁？17岁，高二，是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吗？那经验是好的吗？有会痛吗？第一次？会。所以你是同意做这件事情？你们是在哪边发生？他家。你过去性侵人数大概几个？5个。要包含没有在一起的、喔？有啊。你不要紧张哦。真的有啦。都有在一起才可以做。嗯。那你觉得成为百人斩的条件是什么？行情要好吗？会管理时间。要长得好看吗？应该不用。男生又不会一定要看长相，我觉得。你觉得如果打是不一定要看长相，他身材要好吗？要。所以你觉得身材比脸重要？瘦吧，好看，瘦，干净。要奶大吗？要。那你有想过自己想要成为百人斩？没有想过，真的没有想过。但是有的话好像也可以。如果有一天好像也不错，这样就是听人家好像有百人斩的感觉，也很开心。所以你姐妹有百人斩？有比你好看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哎呦，真的好姐妹都是这样哦。那身材好吗？还可以。大呢？没有到很大。那你觉得他成为百人斩的原因是？他很敢讲话吗？还是说他是内向？对，他比较活泼一点。所以你觉得他成为百人斩的原因是因为他比较活泼，那你比较内向？对，我比较内向，所以我可能就比较难，会觉得很特别。他这样也好像不错。人生的经验。对，人生的经验。Hello， 你好，全怎么称呼？我叫珍珍。我问一下珍珍，你第一次是发生在几岁？18岁。是跟那时候的男朋友？对。经验是好的吗？应该算好的。为什么应该算好？是因为你同意？对。那会痛吗？第一次？会。所以你的第一次是美好的，在哪边发生？在我房间。暑假吗？对。你过去性经验的人数几位？从以前到现在，包含没有在一起的？1个。屁啦！真的啦，我真的啦。才1个。这就是他。他是第一次吗？不是。那你觉得他厉害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算蛮厉害的吧。那你可以接受就是没有在一起然后发生关系？我自己是不会，但是听别人讲我就会觉得蛮正常的。你为什么自己不行？我就觉得这样好奇怪，有点洁癖这样。有点洁癖？感情洁癖。所以一定要感情？没有，你不用在一起也有感情啊。我们今天问到一个女来宾，她说她不喜欢确定关系，她只想做那件事情。那我真的没办法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那你的姐妹有没有百人斩？好像没有，都很少。对，都很少。那条件呢？做的对象就是看起来干净，然后要帅吗？跟你讲，要不要帅？不要到丑就。那就是要帅嘛。对对对。啊，要帅，还要什么条件？比我高。那就是高帅嘛。对对对。那不用到有钱。不用。OK。Hello， 你好，学你怎么称呼？佩蒂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第一次是发生在几岁？16岁，准备要高一的时候。国3啊？是跟男朋友吗？不是。啊，那跟谁？是朋友，但是不是男朋友。但他怎么跟你说？他怎么跟你说？没有，就某一天在他家，然后下班之后我们就聊天，然后下雨天打雷天嘛，就天雷勾漏。下班之后？对。那时候在上班哦。对。哦，你在打工？打工，打工。然后他也是打工。他跟我，对对对。然后就下班之后你就去他家。对。然后聊一聊就聊在床上。所以那经验是好的，是好的。来，我问一下佩蒂，你过去性经验人数大概几个？包含没有在一起的、喔？应该20个。有没有30个？没有啦，没有没有。你怎么一下就记得起来这个数？因为没有记忆力蛮好的、啊。那我问你，在一起的几个？在一起的过半啦、啊，过半。大概60%是在一起，40%是没有在一起。那你的条件是什么？个性合得来，那就算没有在一起的，就是也不要管我，我也不会管他。可以重复，但是不可以管我，管我我们就不会重复。重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嘛。哦，固定的。对对 对, 對, 對。那跟在一起的差别是什么？就是他不会理管我啊，我想干嘛我就干嘛，他想干嘛就干嘛，那所以就不会有约束感啊。所以你比较喜欢没有在一起？对。那为什么我最后变在一起？不会，我从来不会把朋友变成男朋友、哦。你应该只会讲清楚。对。那他们都怎么约
你？顺其自然哎、欸，不会很刻意哎、欸，就是喝酒喝一喝变朋友，或者是本来就认识的朋友。然后就可能他约你出去，然后可能约完就是就自开房间这样。那你觉得女生成为百人斩的条件是什么？很会玩吧，开放的程度比较大。例如说，你说我今天参加有点普通，他可能出来就可能穿的露沟啊，然后小得一点啊。你觉得比较小的比较会，對對對穿的比较辣的？对。那外表要好看吗？要。要好看。因为比较吸引人，人家走在路上，第一个就会先看到他。那你觉得身材好跟脸蛋好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身材好。哦，你觉得男生都看脸脸？对，有奶便是胸啊。有奶便是胸，这是废话吗？凶狠的凶啊！哦，凶狠，有奶便是凶，所以你觉得奶比脸重要？对，他是要开朗的女生吗？还是说要比较内向、欸？我觉得男生越喜欢被虐越好的那种，就是你讲话越敢讲的。可是有些女生很爱嘴炮啊，但嘴炮久了也会啊，我都很直接。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说还是你要来我家之类的啊，还是说我们可以约一天啊、哦，不会跟完全没见面的人。那你挑男生的条件是什么？不可以胖，帅还好哎、欸，就是。合得来。哎呀，八九你会喜欢吗？八九应该算是我认识的男朋友，或者就比较偏八九类啦。对，都有刺青。那有露珠的吗？没有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全怎么称呼？心宇。你的第一次是发生在几岁？18岁，高三。在哪里发生？在家里，放假的时候。那经验是好的吗？那时候、第一次，就是你也 OK 这样子。会痛吗？你第一次不会痛？那是看个人体质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第一次是很顺利的。对。你过去性经验人数大概几个？4个，交过4个。包含没有在一起的？没有。只有4个。对。有那种一夜情的也算哦。没有。你姐妹有没有百人斩的？没有。所以都会在一起。就是在一起才那个。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一个礼拜，然后就分手，再换交下一个？这样不会在一起啊，这样在一起干嘛？那有发生关系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你会观察是不是？对。你一定会先在一起一段时间才会做那些事情，大概多久？1个月吧。要在一起就会好好认真在一起，不是那种玩玩在一起啊，也不是为了打炮在一起啊。你觉得百人斩的特征有什么？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？找爱打炮。他有需要长得漂亮吗？应该不用吧，电灯一关都不知道看着对方，这应该不用吧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觉得他应该比较敢吧，对、啊，外向嘛那种，外向，然后条件不一定要好看，对，那你周围有这种人吗？没有，啊，我男生朋友比较多啊。那你男生朋友有百人斩？没有。好啦，那今天寻找之旅暂告一段落了。Hello， 我是艾莉，我们下次再寻找啦，那打拜。哦，好冰冰的好。你闻得到那个味道吗？我自己也有闻得到啊。我冻未掉啊！嗯，好漂亮的耶！真的，不然我们先喝个东西好了，有点渴。好，那有点热，好烦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奶，你有看到我的小东西吗？嗯，没有。咦，那奇怪。哇，原来在你这里。